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20年4月16号，星期四，农历是3月24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啊，师傅。哎，你好，嗯。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听到，讲吧，嗯。师傅，感恩师傅，你帮我看一下的一个盲人。于艳泉叫什么？于艳泉姓什么？山东鱼啊，鱼第二个字呢？严肃的艳啊，你泉水的泉啊，于艳泉颜色的颜，嗯，于艳泉对，严肃的严，颜色的颜啊，严肃啊，延安的延。对对，于延全，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几几年走的？走五年了，是2018年。5年，今年5年了。于延全，泉水的泉是吧？对。于延全，哦，不是太好，在阿修罗，嗯。哦，感恩师傅，之前您看过，说他在地府，然后要67张小房子，我念完了，又给他念了321张，嗯，总共好像得有500来张了，给他念、嗯、上去了，上到阿修罗了。啊、那我还能给他再念多少吗？能超上吗？很难讲，这个是靠自己本身的根基的，嗯，人的根基。啊、感恩师傅了，感恩师傅。好吧，嗯。好的。嗯。再给我看一下我的爸爸王贵。王什么？三横王。王贵。贵是什么贵？贵州的贵啊。富贵的贵。啊，王贵。两个字啊。对。三横王是吧？是。王贵。几几年过世的？嗯，也就30多年了。王贵。哦，他不行哎！你爸爸，你给他念多少章了？我爸爸也念了挺多章。是啊，我之前我姐姐做梦，她也挺好的，就是前能有一个月两不到两个月吧，我不太记得了。我做梦，她就差我要个棉裤，后来我就感觉好像不是很好，之前是挺好的做梦中。这就是我现在跟你看到的，听懂吗？啊，非常。现在在哪儿啊？在地府呢。啊。嗯。你爸爸有杀业，你知道吗？他人挺好，但是有杀业。对呀、啊，那时候他是当然是军人嘛，是炮兵。啊、哦哦。嗯，听懂了吗？那你乖一点啦。听懂了。你自己乖一点啦，明白了吗？你自己帮他多念念吧，啊、帮他多念念吧，好吗？好的。嗯，因为这些给我不梦到他，我姐做梦那时就是他挺好的，就以为他挺好的，就后来就没给他念多少的了，对不起。嗯，那现在他就得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86。嗯。啊，好的好的，我一定好好给他念的。嗯，好吗？嗯。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好。我还想看我妈妈好吗？最后问一个问题吧，一般看两个的，好吗？是的。问个什么问题？那我下次。问个什么问题啊？那我下，妈妈也去世了，也在爸爸之前去世的。啊、哦哦哦哦，你讲吧，讲吧，讲他名字。许莲芝，许，许无许的许，莲花的莲。莲无许。嗯，对。然后呢，莲花的莲。许莲。芝是芝麻的芝，草字头底下这个芝，无者也那芝。许莲芝。妈妈感觉不好。几几年属什么？我给妈妈念的多。几几年属什么？哦，那个妈妈几几年走的？嗯。是在爸爸之前走的，也30多年了。许莲芝。啊，长脸。啊，嗯，是的，啊，短头发，额头蛮高的，短头发。哎，
好，那时候我妈妈那时候记得就是梳个小疙瘩疙瘩就那样的。对。嗯。长脸。妈妈是不是不好啊？看看啊。比妈妈念的多，比爸爸念的多。妈妈在，现在是在阿修罗，但是关在监狱里啊，阿修罗的监狱里。啊。哦，那已经挺好了，开始可不好了。姐姐做梦梦到他，我都不梦着爸爸妈妈，都是姐姐梦着，然后就可不好了。之前姐姐不跟念姐妈妈有，后来然后妈妈有掉过的孩子呢，掉孩子。哎呀，那一定的呀。好几个呢，两个。是啊。嗯。那我要给妈妈念多少张小房子？再念96张吧。好的好的，我一定好好念的。好吧。师父慈悲，加持我一下，我就是念经念的不快，我干什么就不能念经，就得老说好好的能念经，一动手干活我就念经，就不能念经，所以说我好着急。你的脑子，你的脑子不管用啊！你这个人嘛，就是傻呀，老被人家骗。是的是。嗯。是的。人家说什么你都相信的，嗯。对，嗯，以后不要这么嗲了，就不会被人家骗了。太嗲了，人家就来骗你了。好的，师父慈悲，加我一下，让我能念经快一点。啊，好的，就这样了。好的，感恩师父，再见。好的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再见，再见，嗯。感恩师父。嗯。喂，你好。Hello。哎，你好。嗯。台长你好。哎，你好。稍等一下，啊，再等，2000年的龙，男，2000年，他的精神病，他50岁开始就有精神病。2000年的龙，啊，属狼的，男和男孩子，属什么？属狼。他50岁开始有。慢慢讲，属狼的，有这个属性吗？男子，男子，属什么？男，男孩，男孩。男孩属什么的？你说属狼的。对，狼属狼，属狼属狼。几几年的？啊，2000年的。属龙。他5岁就有精神病。啊，身上有东西。哎，一个大灵性。啊、嗯。要多少小房子呢？他讲念了2000张，还没有效果明显。嗯。他的家里小的时候给他找过神啊，就是给人家什么放到就是烧纸人呐、啊，你听得懂吗？啊，烧纸人呐、啊，就是叫替身啊，找替身的小的时候。哦，找替身的。哎，所以现在这个替身在他身上啊，嗯。哦。不懂哎。他讲的有点心肝哦。对呀、啊，找到了巫婆了呀，这个是麻烦的。嗯。麻烦了，还要多还要多少小房子呢？你现在只能每一张赶快要给他名字，可能要重新改一个，因为他原来那个替身一直用着他现在的名字，所以小房子都替身拿走了呀。哦，替身拿走啊，他有改名了的，他本来的名字张立明，他生名，他没有原名是张龙明，他改名了张立明。什么时候改的啦？哦，他没有写哦。没写有什么用啦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要赶快改掉的呀！你过去的那个、啊、过去的那个灵性在他身上，他人家就代表着他，所以他所有的小房子都到人家那里去了呀。嗯。哦，要改名了。要改的，要改名吗？啊、好了。他有改名要多少？没有写，只是改。他要还要多少写房子呢？第二，他要多少小房子？我看他原来的小房子他都没拿到呀，没拿到啊？啊，没有拿到，所以他还要、哦、他同时在这个、他自己至少还要念1700张，1700张。嗯。啊，放生吗？放生随缘吧，1700张、哦、让他神经病变好呀。嗯。哦。还要跟他讲些什么吗？才讲这个，没什么，叫他这么就是身上的灵性呀、啊。你拿到、啊、你拿到进门让人家走了嘛就好了。他现在用他的名字，他可以还别人的债，
如果人他的名字就是人家顶替了他的名字，所有的经文念了都是人家拿了，也不算他还债呀、啊，听得懂吗？哦，哦，明白，我就在改名。好，好了好了。我台长，上白王人，张美东长张，美丽的美，珠子的珠，珠金银珠宝的珠。张美珠啊。啊，他是台长的弟子。张美珠啊，美丽的美。啊。珠宝的珠。美丽的美，珠金银珠宝的珠。什么时候死的？啊，他是66岁，2019年5月25日往生。哦，他很厉害，他已经在天界了。嗯，在冰雪还要小房子吗？应该不要了，没什么用了。他、哦、而且他在菩萨边上，蛮好的。嗯，啊好，天界，他的天界是哪一层天？玉界天还是？玉界天。嗯。玉界天。嗯。啊。但是他在天上。我看他这个功，他做的那个事情是应该在菩萨边上帮忙弘法的。嗯。哦。嗯。帮忙的，他还能再生吗？如果给他小房子。你借个楼梯给他吧，看看他能不能爬上去。哦，明白，明白了，拜拜。我是会不开。你觉得你能把人家弄升上去啊？你借个楼梯给人家吧啊。哦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，是同修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三个了，台长，王吉星，王人王吉星，基础的基，基因的基。啊，三横王，三横王啊？不是，黄色的黄。啊，黄基。基督教的基。对，最后呢？啊，星，那个星是左边一个音乐的音。又等一个欠人家钱的欠，一个音乐的音，右边一个是什么？啊、欠钱的欠。什么叫欠钱的欠啊？欠啊，好像我欠人家钱的那个欠，一个欠字。啊，欠人家钱、啊，欠字，嗯。啊，知道了。王吉星。王吉星。他是2019年11月20日往生。1969年就往生了，啊，46岁，他是鼻癌死的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哦，投胎了，嗯。投胎了啊。嗯，他死掉的第二年，他的亲戚当中有人生了一个孩子，去查一下吧。哦。就知道了。投胎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能问了，不能问了。这个不用找谁啊，小房子了啊。不要啦，投胎还要什么小房子？哦，他许愿了800张，没有念完的，不用了。嗯、哦，我觉得你再给他念个49张，小孩子活得好一点嘛就好了，好吗？哦，台长，看一个老人家的莲花吗？12969，最后一个女的。12969。啊。嗯，不是太好，还在，不是太好。什么颜色？不是太好啊，暗淡色的，暗的不得了。暗淡色，不是太好，那样是在天气了，不是在。叫他努力啦，已经给你很大面子了，师父已经给你看很多了，好啦，识相一点啦，不要让人家骂了，好了，再见了。好，嗯，感恩财神。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嗯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喂，你好，弟子给师父请安，感恩师父。嗯。对不起，师父，您能听清吗？讲吧。哦，感谢师傅。请师傅看一个2012年属龙的女孩子，看身体。2012年属龙的，腰酸背痛啊，哎，腰嘛不好，颈椎嘛不好，心脏嘛无力，手嘛发麻，经常发冷。是那小女孩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哦，她妈妈4个多月前梦到孩子要被带走，师傅之前给开了83张组合，已经念了一半。后来梦到孩子浑身长满疹子，请问师傅，这个孩子是不是有劫？是啊，不带走的话，在人间他当然有劫啦，他要过劫数呀，否则的话就直接带走了呀。哦，那请问师傅，他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化解？要很多小房子呢。
先念69章吧。先念69章。好吧。好的，好好，感恩师傅。那请问一下师傅，就是他妈妈是1986年属老虎的，跟这个孩子冤结特别重，请问师傅他们俩之间要怎么化解冤结，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1万遍解结咒吧。一万遍解结咒。那这个孩子就是来要债的呀。哦，对，师兄说那个说他梦到这个孩子最恨父母，完是最爱恶魔，还是他梦到这是他孩子对他说的，在梦里很麻烦，长大了之后哪一天对他父母亲不好的，我不能讲太多了。这个孩子现在也学佛念经了，而且他那会好一点。他说以后想跟师傅出家。好，那感师傅，那请问一下，就是这个1986年属老虎的这个女师兄，她目前有2个中介，想让师傅选一下。她第一个中介是叫张和平，第二个是叫王玉红，请问师傅她选哪个能有助于她移民？自己去睡觉之前求求菩萨吧，让菩萨告诉你吧，不要在人家电台里讲人家名字，不好的。好，对不起师傅。好吧。好，那请问师傅，这个86年属老虎的女师兄，对不起，她想问一下，她脑子有没有业障？业障很重。哦，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脑子不是重的问题，脑子糊涂啊，好好念了。对对，是的，他说是的，整个糊涂。搞都搞不清楚的，什么都搞不清楚的。人家对他好他也不知道，人家对他不好他也不知道。好了，那请问师傅，那他需要念多少小房子化解？一直念，每天21张的这么许吧。好好的，感恩师傅。修心不足，我告诉你，全部都是自己功德还不够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了。对不起师傅，请师傅最后看一个亡人，叫周菊花。周就是平时我们说那个周，菊花是就是那个平时我们看的那个菊花。女是2009年往生，已经念800多张组合了。在天上，玉界天。玉界天。刚刚上去，刚刚上去不久。好了，刚刚上去。好，感恩师傅。他们个人业障个人背，不让师傅背。师傅再见。喂，你好。感谢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台长。Hello。请讲。我想卢台长帮我太太也是看图腾啊，我太太是1971年啊，生属猪的。你念经念了没有啊？念经啊？念经了，已经念经了，一年多了，一年多了。几年属什么的？你太太71年属猪的。几几年？71年属猪的。71年属猪的。你太太看什么讲吧？对对对。看什么？看图腾，看图腾，看图腾嘛，要身体还是前途，还是什么？身体。看身体。腰不好，黑气很重。你太太啊？好。颈椎也不好。我妇科也不好。肠胃也不好。听得懂吗？身上血液不好，容易有免疫系统的毛病。免疫系统的毛病。听得懂吗？就是说浑身腰酸背痛啊，听不懂啊。对。跟你说的，肾功能不行，肝功能也不好，整天发脾气。整天想发脾气，听得懂吗？整天要不开心，整天发脾气。你要叫他好好的多念心经开智慧，然后还要念礼佛。好。好吧。他帮他看一下他的乳癌。我看一下啊。好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71年属猪的。看见了，靠胳膊这个地方。
靠手臂这个地方，听得懂吗？往右面，哎，往右面的，嗯，右面，右面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嗯，要叫他当心了，里边有一点，里边有点糜烂的，嗯，嗯，听得懂吗？你要让他。你要让他好好的念经啊，不要生气啊，他现在已经造成的果报了，就是整天不开心呀、啊嗯、闷在心里呀、啊嗯、对这个看不顺眼、嗯、对那个看不顺眼啊，听得懂吗？ 嗯啊，那么他的小房子用量多，用念多少小房子是吧？小房子要念108章，108章啊，你要叫他多吃一点穿心莲呢、啊、嗯，喂、他身上还没有灵性，身上有啊，有灵性啊，还有孩子的灵性、啊、嗯，孩子灵性还用念多少的小房子？就是108章里边的呀。 OK 对对 OK。 还有就是叫他不要闷啊，生闷气太重啊。好，叫他吃穿心莲。喂喂喂，叫他吃穿心莲，穿心莲，叫他要吃的，这是清凉解毒的、哦、消炎、嗯哼啊、消除这个他现在肿块的。他现在有吃那个丹参片，还有记住吃还是吃那个穿心莲也要吃的。丹参片是对他的心脏、对他的心脏的问题、okay. 但是你要问他有 okay, okay,因为要问他有没有血压，血压如果正常的话就可以吃丹参片、嗯、血压有点偏高的话叫他吃那个复方丹参片。复方丹参片，明白了吗？ 好吧。还有那个，还有吃那个丹穿心莲，穿四川的穿，哦，不是四川的穿，讲错了，那个穿就是那个宝盖头一个穿吧，大概是，我也搞不清楚。好，就是一个一串葡萄的串吧，应该。嗯，好吧，好了好了。那么他每天的功课怎么做呢？心经呀，多念点心经呀。心经多念一点。啊，然后大悲咒少一点，心经多一点。其他时间要多念点往生咒。啊，过去。往生咒。过去的那个。海鲜吃的也太多了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对，好了，好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。哦，就是刚刚关上菩萨，刚刚离开的。再见啊！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你好。哎，请讲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请师傅慈悲帮同学们看图腾，他们自己要自己背。嗯，请看一个。1976年男，属龙的，师傅。76年男，属龙的。啊，是浑身无力。哎呦，浑身无力。哎呦，身上有灵性啊，有灵性。嗯。哎呀，他已经送了2000多张小房子，他夫妻、全家都修的，还有孩子也修。嗯，这是2000多张小房子，并不代表他没有灵性啊。嗯、对的，对的。他有灵性。嗯。哦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因为他曾经盖房子的时候动过别人祖坟，可能一定是的，就是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吗？就是这个问题，100%这个问题、哎。嗯，我刚刚看到有两个鬼盯住他了、哦，那一定是人家的祖坟上的。哦，因为他那时候盖房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，不知道就没罪啦。对呀、啊，哎呀，真的是。你交通安全把人家撞死了都说不知道的呀，知道谁会撞啊？有意撞啊？嗯，对的对的。那师傅他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和放生呢？多少张小房子啊？嗯，放生还需要多少？小房子至少89张，放生2000条鱼。哦、他针对于这个还要念礼佛吗？因为他这个。很厉害的，他要念的，哎，啊，念了108遍够吗？还是要他不停的念？先念吧，先念108遍吧。好的，好，看看人家放过不放过他了。动祖坟的话，人家会死盯着你的。
灵性会死精的，你们一定要听懂这句话。听着，师傅以前都说过，动人家祖坟不好的。啊，动人家祖坟，你过去人家说你挖人家祖坟，人家世代跟你结冤的。嗯嗯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那师傅他家的佛台怎么样？因为他家佛台背后是别人家的沙发。我看一下，几几年的？您看一下，几几年属什么？1976年属龙的，男的。啊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他这样带别人会背业嘛，他需要比较调控的方向。哎，背人家那个沙发上面堆的都是东西，哦、根本不错。那就，嗯，好，那就不用动了，就这样好吧。他要是好的，他要是磕头的时候，对方要是坐的话会头痛的。啊、哦、啊，人家不会坐。那嗯。好，那就暂时呢，还先这样。啊啊，师傅，那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那师傅，能否再看一个1980年属猴的女？她是梦见自己有劫。1980年有啊，有劫啊，已经有了。嗯。哎呀，他梦见4月份，明年4月份要走人的。啊。已经有了。嗯。已经有了。啊。哦，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和放风的？125张吧。哦，放风了之后。128张吧，嗯，啊，128张，好的，好吧，放生多少呢？放生，我看一下啊，放生3000条鱼，嗯，3000条鱼，他业障比例是多少？因为他们业障比例很低。几几年属什么呢？80年属猴的女。嗯，是蛮低的。哦，他说还是23、24，嗯。23、24，哦，那蛮好的。他莲花还在吗？5996。在啊，嗯，在啊，好，嗯，感恩菩萨，感恩菩萨。这种事情嘛，这种事情嘛，都是因为跟他根基有关系，好吧？啊，根基有关系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那你许了大愿了，现在？好啊，那很好。他想问一下，他的佛台可不可以，行不行？佛台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嗯，可以啊，哦。那师傅能不能慈悲的看一个亡人？这个人。师兄的先生他很伤心的，姓赵，姓赵敏，敏是那个敏锐的敏，男，今年1月份走的。赵是什么赵啊？周小赵啊？啊，周小赵，赵敏，敏是敏捷的敏，敏锐的敏，男，1月份走的。敏捷的敏是吧？哎，对。男。哎呦！啊，突发事件嘛，好像。对，他是在家突然猝死的，抢救无效就走了。啊，他身上他好像身体还挺善良的，听他说。几几年的？他没说是亡人，他只说赵敏是今年1月份走的。啊。啊，他逃下来的，嗯，阿修罗道逃下来的，哦、嗯，阿修罗逃下来带回去了、哦，带回去了，嗯，被带回去了。啊，带回去的他。他那个人家那个插在他的心上啊，嗯，对对对，他猝死了，对啊，插就是两根钢插在他的心上，把他带走的。哎呀，嗯，这么惨的，那师傅他还需要多少小房子呢？给他念了，先念86章吧。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好吧，天上有很多人是逃下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嗯，我啊，所以像这种嘛，就是贪恋人间的，嗯，哦，过去的情啊，过去的什么东西没还完，下来了嘛，又不好好修，那么就带走了，哦，嗯，到时间劫到了就带走了。那师傅，他像这种情况，还属于不好的因果了，因为他逃了嘛。对啊，逃下来，他要上去要关天牢的呀，天牢结束了才能放出来的呀，嗯。哎呀，这么可怜啊。没办法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好，嗯，感恩师傅，师傅你保重身体，我们爱你，师傅你保重，嗯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好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